准备好了，是一个全新的巡回赛。今天又到了每两周换一次巡回赛的时刻，夏季庆典第三次啊，第三季第三弹，总之都是夏季巡回赛啦。马德里圣殿哦，马德里圣殿。全新的都市赛道，哎呀，怎么报第八名了？没关系，反正第七跟第八那个东西得的是一样的。看一下最终的成果，哎呀，最后的时候第一名被已经成功的超越了这第二名的59000，来到了60000。看一下其他人，干得好像，分数好像还是很挤啊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次。全新的秘服装落在哪儿？我现在已经在51等，有点边缘。不是这里哦，那么是下一个。我要先看一下商店，商店如果一次卖2个的话，那是直接排除。哎呀，也没有一次卖2个啊。哎呀，是橙色秘服装，难不成另外一个是在？哎呀，这条就要卖了。哎呀，没红宝石了。那我觉得第二个秘服装应该会是在这个杯赛里出现。那我们今天要来打火焰罗基亚杯跟秘杯啊，这两个杯赛，新的巡回赛，新的开始，还剩41天，联赛挑战不用看啊，目前没有打算。金色秘服装也不用看，哇哦。东西也很不错呢。好啦，刚刚也看过了。那有一张加速票就先用一下，然后看一下我们在这里的赛道，我们的装备怎么样啊？哇，1等。来，一个一个升等，全部1等啊！还好我有准备秘服装。甩尾，无法升等对吧？分数票就没得使用。还要月下三级公路在这里 ，X 的版本，有的升吗？没有。洛杉矶环圈第三种跑法，你还是没得升啊。那第三个杯赛呢？好呀，柏林小道第一种跑法的 R 的版本。怎么样？无法升等哦，巴黎刀锋的对战模式，错了，这个好，还是没有。还是没有。等一下，这个有办法吗？也没办法啊，我看蛮基本的，我还以为有嘞。马德里神殿第二种跑法，哇哇哇哇，绝了！这是不是全部？这个是不是除了角色以外，其他全都二级啊？感觉秘服装很重要，对吧？你看没秘服装，你现在早就已经全二级了，全都全部都二级了。所以秘服装很重要啊，打从一开始就必须要好好收集了。这个分数也很高呢，给他，哇，你有点耽误到一点时间了，赶紧的，我们赶紧回到第一个杯赛
马上开始马德里神殿了，全部都一等。那没关系了吧？派出等级最高的，来 ，Get ready to start。马德里神殿火焰罗加杯。老师，我不知道这个国家是哪里的。有点埃及这首歌，你确定这首歌正确吗？路很多哎、欸。或许这个赛道也是一个。然后如果踢到足球怎么样？来踢一下足球。啊，足球之后怎么样了？看不到。第一圈完成。我觉得这条隧道也有可能会是第六弹的哦，各位大家。好喽，没有得防。吃了我一块钱。好喽，在那边有放放放一个。那我踢到足球的有没有分数啊？刚才都没看到。你看我这块怎么认真打？对，没关系，第一关我们都可以认真打，都还可以认真，都还可以在第六名一样。那我们第二关开始，我们就使用我们的频道吉祥物罗加宝宝侦探，然后其他全部都一阶吧。这也只有一个发动啊，这也太烂了吧！只有一个分数加奖有发动起来。难受啊！罗加宝宝上场。等一下，罗加宝宝，你再让我好奇了一下，那个肥皂泡之路还在吗？还在，但是之后就没了。啊，那很久以前那个冰品摩天楼，这一次也没出现啊。那感觉冰品摩天楼是不会再出现了。啊，然后。肥皂泡之路感觉也就出现那一次了，那我说的可能是正确的、哦，所以错过的可能就没机会了。看我的影片吧，在赛道总整理里面有分享了，我放好了四种跑法，一般的 X R 跟 R X 我都已经有放好了，所以大家可以去赛道总整理系列的播放清单看看。这声音，好后面的啦。上面走，上面，大面积，这里也还会跳，还是会跳跃，杀得很凶，用一个道具很难，时光隧道启动，哇，谁开闪电啊？时光隧道失败了。当然这一个是他们踩到加速，那些车子踩到加速器了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加。我记得他不是有做这个事情。啊，干，从此蘑菇狂热。看这分数有多烂，哼。大面积。都被吃掉了，还大面积撞掉那个狂热者。干了，怎么走下面呢？
害人不得害己啊！啊，不对，害你要害自己也不能害别人，害人就会害己。但是害己不能去害别人。唔通啊！还好有五颗星，撞山机完全三啊，熟了啦！多久以前的赛道了？这里有一个鱿鱼蜜服装都还没出来，你怎么就拿蜜服装啦？这是任天堂你给的电脑，其实很合理的。确实，第三种跑法好爽。对这个新赛道看了一遍，好像就马德里那个马德里圣殿。干，你怎么突然拿一个红龟出来？我以为这个没砸到我啊！好，恭喜你了，好能补偿回去再哦。哎呀，你怎么还拿颗炸弹啊？还有炸弹没炸？太打闹了！他还有炸弹，你刚刚已经把炸弹给丢掉了，对啦。这关要干嘛？计时赛啊！第三种跑法，久违的这一条赛道了。哇哦，第三种跑法我不记得了。对啊，这个我好像也没跑过啊，是第四种跑法吗？我已经不记得了哎。应该是第三种跑法。对了，第三种跑法。一条都市赛道，或者是我们新出的，或者是我们马车或者新出的赛道，最多就三种跑法。啊，如果出现四了，那个是乱掰的，那个是合体，四是合体啊。啊！再一次好了。刚才没有想起来这个赛道。OK。
撞到了一个鱼，好像没事。1:23:44。快了12秒。前往下一个杯赛，密杯。第二个杯赛永远都是密杯。抽到了一个已经满等了，直接变成钱了。他直接化身为钱了。再抽一抽。来到了第二个杯赛，巴黎刀锋第三种跑法的 X 版本。这分数不知道行不行。下一局，东京赛道第一种跑法的 R 的版本啊，东京赛道我们已经全部收集过了。
开始。欢迎大家去看龙家宝宝上场。好，那么就来点压制吧。一圈太少，就是一圈的量很少，很快的，一圈成功也只能甩尾。玩到这是不是没有跳跃动作？好像是没。下一关，吞食花神殿第三种跑法，派出吉祥物，最经典的一只角色，在我们频道里面可是非常经典的。刚才已经暖身过了，这一次绝对没问题。没问题，你这人啊，是不是被打了吗？什么龟丢出来了？这样转过来，不是那一个。哎呀，我的时光隧道！我想说，我直接忽视掉那个整个，直接忽视掉那一块，会让我减速那一部分。因为我是有在投放、投跳跃的。哎呀，来的这么不及时啊！光被接满阵掉。我不能进去，只有终点前面。这个办法正吗？这个也不能正。它没有灯光效果，这个可以进去。18,099，这分数都好低哦。感觉这个学校我们得的分数并不高啊。来了，今天最后一关通过圆环，我们花了多久时间？花了已经快半小时了。咋是这个库巴小手飞船？咋不见了？啊，干！你跟我说在那边太慢了。啊，这把球很飞，又来了。啊，这里踢足球的人怎么都不见了？
看你那是杀小跑动。没关系，我们少一个没关系啊，应该还是能达标，少一个应该是不会影响到我们达标的。没有错的，达标。Finish。OK， 完美了吧？我们绿金币留着，要继续，要一直把那个票券给得手了。下一个又是库巴飞船，没关系，我们明天来打吧。明天奇诺比克杯跟偷天兔杯，我们明天见。等一下，这个气球对战给我出现在这里，也就是说我们。联赛里面给我出了气球对战，哎呦，这不是很好呢？好吧，看看情况吧，我明天见大家，拜拜。